大小两台拖拉机，一小时总共耕了30公顷的地。大的拖拉机的效率是小的拖拉机的1.5倍，所以球大小各耕了多少公顷？OK，所以我们这一边我让我的大的耕了 x，小的耕了 y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 x 加 y 会是等于30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。然后大的是小的1.5倍，所以我的 x 等于 1.5y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。我 sub 我的 equation two into 我的 equation one 的时候，我拿到的是1.5y 加 y 等于30，所以我的2.5y 等于30，我的 y 等于30除以2.5，我拿到的是12。OK。我自己心算啦，你拿不到的话呢，你就自己按计算机啦。然后我 sub 我的 y 等于12 into equation two 的时候，我的 x 等于1.5乘以12，然后我拿到的是18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拿到这一个大拖拉机18公顷，然后小拖拉机是12公顷，OK，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一个我要检查我的答案。我检查我的答案的时候呢，是怎样的呢？就是说我的18加12等于30，正确的。然后过后呢，12乘以1.5的时候，的确会是等于18。就是小的1.5倍，然后是大的，OK，所以这一个的确是它的1.5倍。好，这就是答案了。